对不起了，他喜欢的是我。你给我闭嘴！我不听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这是我做的下个季度市场部项目规划，你看一下。 这些不应该是我写给你的才对吗？搞定盛总，我就要回复室了。艾哲还是要靠你，所以你还是学习一下。还有，你要认真的，从头到尾的看。知道了，谢谢你。不，你现在看呀。 你劝我现在在这里，你又不懂，我可以问我，我可以教你。写的已经很详细了，你看完最后一页。 今天晚上你有空吗？什么意思？约会吗？秦之夏，我一年前我喜欢过你，但是重逢之后，你用实际行动告诉我，我们一年前就已经结束了。 谢谢你不拆酒店，昨天我也帮了你，我们算扯平吧。一年前，我喜欢过你，但是重逢之后，你用实际行动告诉我，我们一年前就已经结束了。您对他这么重要，你抢得过他吗？哦哦，对不起，副总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对不起了，他喜欢的是我，你肯定很嫉妒吧？我一点事都没有。